东京的讯息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日本麦当劳全新推出的蛋黄哥冰旋风。这次麦当劳跟蛋黄哥推出的冰旋风，光是这个杯子啊就有六种造型，而且他们为了要搞神秘，并没有公开这是什么口味哦。我们来试吃一下口味吧。对啊，应该是加了卡士达酱，然后还有焦糖酱，所以呢，整个吃起来很像，就是大家应该有吃过布丁的感觉。然后另外呢，再搭配上这个海绵蛋糕，吸收了一点酱汁，我觉得整体来讲还蛮好吃的。那我们现在买快乐方也会有蛋黄哥的玩具哦，干嘛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接下来，牛奶，那我们试看吧。嘿，门打开喽。他说好挤啊，谁会？以上就是这次的东京热讯息，大家好，来麦当劳吃蛋黄哥吧。我是包裹，喂。